迎接中元祭，市长谢国梁和轮值主普的彰廖检信宗亲会理事长廖大明、主委张通荣、前议长张芳丽和民政处长张渊祥、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等人共同点亮金龙主灯，让海洋广场亮起来相当热闹。市长谢国梁致辞时特别感谢宗亲会的用心与付出。我深深的感谢我们彰廖检宗亲会，大家这么用心，你看把这个在这么气氛这么好的地方哦，那做一个这么隆重的点灯仪式，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月啊，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而且我们这一次除了在地的文化元素我们保持以外，我们也增加更多外来的，然后让更多的厂品牌或者是异业的结盟也能够进入到基隆来，提供给市民朋友以及观光朋友更多不同的体验跟感受。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跟努力进步一个最好的例子。总之祝今天的点灯仪式圆满顺利成功，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宗长哦，对于这一次基隆中元祭大家的付出。我相信除了彰廖检宗亲会以外，我想各个宗亲会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付出，在这边先一鞠躬，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市府一定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继续打造更好的环境。这场点灯祈福活动也结合许多艺文表演，吸引许多民众到场参加。市府表示，基隆中元祭结合了历史、文化、信仰、艺文的节庆活动，接下来的一个月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和游客来到基隆体验这座城市的热情跟活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